前往凤凰瀑布之前道路上的一个露营地，非常的清幽，旁边就是赛斯村，是一个住宿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我们之前也有来过，也是觉得很清幽，但是没什么人来露营。我们今天准备来这里野餐，等一下再去凤凰瀑布看一看。你看这个蕨类好可爱，很漂亮
红豆就是自己栽种，所以我们需要说我们的一些甜点里面是参与我们自己的做那个产品，这样比较好。那所以有柴烧蔗糖豆花吗？有，那你要温的还是冰的？温的。蔗糖豆花，对，然后这个是蒸乳卷，是豆浆做的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很滑的样子。